大年二十八，从郑州坐高铁22分钟到达许昌。来许昌主要是就是看这个胖东来超市。胖东来是一只奇葩啊，在中国零售业啊，尤其是线下零售业，创造了很多奇迹。今天就来感受一下。在迎宾的情况下，我们不要动，还在您的队伍里面，我们工作人员会走到您身边帮您扫码。如果说您拿着这个号进卖场的话，这是不起作用的。我们只是现在发个号的话，我们知道有多少人。这发号是干什么用的？后边他们是排队买茶叶的。哦，买茶叶了。对，不买茶叶，旁边2号哦哦哦哦。不是上班，我下午了。俩人关一块进不是？我下午了都。啊？坐份儿。坐份儿的。我下午了。坐到五号了。下午拿这个就能进是吧？不是，这个你不是排，今儿个是排队买茶叶的排。我知道，这不是进这个。我知道，你一在前排拿着排，排着队进里头先扫门。扫了门了。下午才买。哦。先进去扫码预约是吗？做个都是排队的号。啊，这是排队的号。哦。这都是现在扫，他现在是500个码给你扫完，叫你搁后边排队，知道吧？排队这，我现在在这排这是吧？对，我给你这就不行，已经四八，这是第四波进的是吗？进那边扫门不是？啊，这边不用扫二维码吗？对，他前面正扫着呢。我这个大概几点能进啊？你到下午了。到下午了。对对。那我现在就可以走吗？进去扫码也是。现在你都不用，现在到这码不这码不是进茶叶超市的门，这个码是你拿着去扫茶叶超市的门，进城门。哦。我们不要要人用，我们不要。许昌是河南的一个二三线城市啊，三线城市吧，只有400万人，带了4个县。总体地方经济发展只能说一般。胖东来是在最早是在许昌发展起来，然后又扩展到新乡，其他城市应该还没有。它的主要业绩是在许昌，从许昌东站到胖东来的时代广场店，我打了一个网约车，和这个另外有两个年轻人拼车，10块钱，到时代广场，这个应该是个新店，一路上呢。这个出租车司机，是一位大妈，他给我们那个介绍了，胖东来，挺有意思，我觉得他说的挺有意思，也就是说你想写这个解说词都没有他说的精彩，并且呢是正宗的许昌话。许昌话是那个河南话的模板，或者说正宗的河南话，那就是许昌话，听着特别有意思，我就把他这个音频提出来，有10几分钟，越听越有趣儿，特别好玩儿，听听许昌的老百姓是怎么评价胖东来的。他这没有出面的，他这没有出面的，就是一个比一个命。时代广场和那个省货广场是靠火车站的。他
你说那个舔食症是？舔食症的，知道，舔食症是同区的，那你都挤不动，上午饭都挤不上嘴。挤翁不动。嗯，认住是挤翁不动。舔食症是最新的是吗？嗯，最肯定的，但是它的潮湿，不生吃。是的，俺买一个是吧？我买一辆的，那都是。去了，王总。来买东西人来过呢，人正呢，下一次都该去。是的。商场里面有吃饭吗？有啊。啥都有。哎，包括你买东西，你买的可稀奇古怪呢。只要你给别人买过，有这一种产品的，不是说的就没人生产过的，你可觉得买过东西，我给别人就是买过，你都可以，你来他这不买，你都可以给他留言，我都专门去给你这个，去给你接。那不会吧？你站起来吧，这太奇怪了。我也是真的。你还说？那太多了。我给别人，你这没有点啥啥？我给别人买过了，或者我买过了，你留言吧，留到那个，我给你，咱们给你接，咱给你打电话，远的给你寄去，近的给你打电话，你去吧。买的鞋，不去，你穿老家去。鞋你穿一天那底子都不行，鞋你穿一天那底子磨的，让我拿去，连这些都翻墙也疼。你要是买对鞋，你想去别人那商场。跟人家跳腿，你给他吵一架才不行。也就是说，他这售后服务，售后服务比较好，对呀，也不便宜，东西全，不便宜是吧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他的东西是非常人性化，非常价位，就是你不要说他这是老东西贵不贵。你看他这个东西哪个地方，就是这个龙哥之类，你有两块三块的，它的产地不一样，甜的程度不一样。你看那个麒麟瓜，成年的，它不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买了你就不吃亏。不吃亏。买的值。买多少钱就该是这个。值多少钱？就该是这个价格。对。进了十年，俺就是这一年。咋了？还有他这茶叶这块儿都可好嘛，卖茶叶的。茶叶是就在时代广场是吧？哪个都有是吧？时代广场有。他一天就卖500个。啊，卖完。不是卖完。卖完拉倒。他是10点。茶叶店是10点开门，下午5点关门。因为一开门就不停这个东西吃，从那个老妹，老妹给他拿双鞋，不让他买那个。不让买那个。是不是也经常接到这个客人来，时常就是看这个客人来的？你天天都拉不及。就是买东西还是来玩？买东西，专门来买东西。嗯、哪个最早啊？哪个碰撞来最早啊？生活广场。生活广场。
光亮，走的是中间的，穿着服饰，走的是低端的。时代广场，这天气这都是走的高端的。不同时代，三个大店啊，小光时代是一个店一个例子啊。我上那边去。时代广场走，看走走不走。收入的三分之一，不是一个。我有点距离，不远。你家那市区一公里，你走多少？俩红灯都。天使城和那个时代广场有多远？它有三十公里。房子全的，衣服上的全，生活超市是一模一样。超市它的许家的所有店的东西都是一样价位，啥都一样。其他的超市还能生存吗？不能。还不能。你看那万达，哪有这个？万达广场就不行了。哎呀，你进那块去，就是这个转角就那个。里面也有餐饮。所有的东西，哎呀，来包括就时代广场啊，不像时光广场没有这大景观，前面很漂亮，这个时代广场五楼。五楼呢，一层那么大。你买一本啊？那时代广场超市里面，看我看完还超市。时代广场，它就是超市。超市主要是它属于大商场嘛。哦，下面是超市。它还有人民店，运营店，这样的店，不给你介绍的吧？它不光是大型超市，咱们当地人买餐去。你这大超市太多了，你像当地的小店买菜的太多了。你就把过来买东西，只有你等一个月月不成钱，你有一个月月做呢，让别人给你。人多呗。平时就这样，平时都这样。星期六星期天，你要加上那个节假日，更多。平除了啥肉不多，星期六。星期二，星期二休息。别的商场人家都不休息，但星期二，星期二要休息。别说完大了，初一都不休息，完大初一啥？上班晚点，下班早。哦，还是营业。这样也是不要管了，不是我。这五天，这五天估计，这去哪不不都去了，都该去了啊。到哪有活的？这是有关的人天天来了是吧？但是放东来所有的店都是星期二这个就不营业，关门。关门一天，那这一天，那胖东来不营业，有些要买东西还挺困难的。那你压不星期一买，压不星期三，周三人都可多。其实那一天都，我说的那一天不买东西，那都不一样。就攒起来了。这个一会儿不买可倒整了。那还挺有意思。
说比点也是全不比，把我宇宙的新鲜的全不比。这就奇怪，他应该一直看，别的商场都是，对吧？也卖的东西。啊、嗯，像其他店也活下去了。也活下去。再一方面，人家营业额太高了，员工老失望，不让员工歇歇的。啊。当地人买东西一般都去胖东来，不是一般都去胖，是都去胖东来。你想个啥？老婆们，她会纠结。那个春节都过不好。老婆们她会买个青菜，价格照点原来的。不让他开那么多。嗯。他最早的那个店是生活广场。生活广场原来也是一个商场那一种。嗯。就是你上楼上一个小屋，是卖这卖那。嗯。你没人了，就跑步。嗯。就是原来就是。给他买下来了。是的。那是租啊，租时代广场是他买的地方，说人家的钱是不是吃不完也没得钱，反正时代广场你晓得。关键生意好，这个厉害。有个商场就要走了。搬砖头啊，他太高兴了。这个不厉害。好多商场开了没人儿。是外地了还是什么学？就外地，他们来了，就是俺才来了时代广场，你怎么来的？就逛着玩儿吧，你来这买东西方便吗？你不是买东西，买了东西再弄走。啊？有那个打车去东站看是大包小包了，带着东西，一会儿就不停。许昌有地铁啊，这个城市呢不小啊，有多少人呢？许昌有400万，带线吧，几个线？带四个线，400万，那也不大，有一条地铁线。那不是城际叫什么？城际列车是吧？就是那个叫什么？轻轨是吧？啊，你说是那一条啊？嗯，市内没有地铁吧？那你市内哪有啊？真的城你说是这个？我说就是说轻轨啊。嗯，我不说你怎么才开啊？好。啊。对呀，
二十块钱是吧？一手很多生意。我跟你说，一点都不麻烦了，步骤都什么事，把那前面都拆了。一手很多生意。是这个吗？哎，恁都跟着他，啊，走这底下，也不是，走这边，走那溜出来。哦，行行行，地下通道啊。喂。没有。我找我姐夫吗？这大妈说的挺有意思啊，看这个胖东来在许昌当地老百姓心目中，那也是神一样的存在，并且啊，有很多外地市的，来许昌来胖东来购物，应该是一种时尚。我们也发现有好多人大包小包啊，去赶那个高铁。您看看这个胖东来，这里面琳琅满目，这个商品，看这价格其实也不低，但是呢，老百姓购物热情非常高，到处都是人头转动，有些通道挤不过去，有点夸张，你看那个结账，排队，有些还有，我是也买了一个书饼啊，那个。他是在手机上扫码购，也可以直接结账。你看看这场景，你能说消费降级了？你能说消费不旺？我看不见得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。好，再见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认识。